寓言。任何团体都有各种各类、各形各色的人。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，担任不同的工作。忠于职守，群策群力，各自发挥独特的优点、特点，把力量贡献出来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以为自己不如人，便自暴自弃。更不可以因为自己具有某一方面的优点，而忽略了他人存在的价值。大山跟松鼠吵架，大山骂松鼠说：哼，装模作样，一本正经，傲慢的小东西。松鼠回答说：你的确体积庞大，但我这么微小的身材并不可耻啊。如果说我没有你那么巨大，那你也不如我这般细巧，甚至于像我一半的敏捷活泼呢。毋庸置疑，你提供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所给我们松鼠生活使用。然而各自天赋条件有异，却各有千秋。我是无法将一个森林肩负在背上，如果这个是我的缺点，那么你不也无法敲破一个坚果吗？一年四季，各种气候相互交替，天地整体也需要各个不同的事物相互接纳包容，彼此发挥互补之效，才能形成和谐。